因為澳門就算劍擊運動開始時間都不是很久的，咁輪椅劍擊就我應該係算是澳門第一個開始呢項運動的人，但至今都是唯一一個。咁嗰時2011年嚟嘅，其實都患病幾六年之後噶啦，嗰六年之間冇做過運動。同埋加上我成日打針啊，隻手打到啲血管咧，而家都落運，幾乎運唔到位落針嘅。咁醫生都建議做翻多啲運動啊，劍擊就係、是我玩開啦。咁啊，同埋要喐動好多隻手嘅，可以 train 到隻手嘅力量啊。輪椅劍擊同普通劍擊嘅分別其實如果規矩上就一樣啦，但係正常人主要係靠雙腳嘅，即係大部分起碼我哋覺得五成功力都喺步伐度移動啊，點樣去同人哋拉距離啊。輪椅劍擊比正常劍擊嗰個挑戰性更大嘅，就係因為我哋嘅距離咧比較短啦，你冇得去移動啊，去避人哋啊，只不過係靠條腰點樣去拉扯，即係喺一個好短時間之內，你動腦筋同埋動手要好快咯。因為開頭就完全唔知點樣去用條腰去閃避啊，拉前拉後啊。正常人咧劍擊就戴一邊手套啦，咁輪椅劍擊咧就要戴埋另外一邊，因為我好多時用隻手去扯架輪椅嘅。通常扯到大部分輪椅劍擊運動員咧都係隻手起曬疹嘅，扯得甩曬皮啊、流血啊。咁呢啲你要即係又係要堅持唔好放棄咯。我而家做緊份工咧，呢一度就係澳門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嚟嘅。我過嚟呢度做嘢，因為2012年嗰陣時，咁我代表澳門出去倫敦打嗰個殘奧會，當時就係呢個體育會嘅理事長菲能地先生咁樣，佢負責做團長嘅。咁啱去完比完賽翻嚟咧，遇啱呢度嘅秘書咁啱就辭職，所以就有人建議我過嚟呢度試下做呢份工作啦。咁我自己都有幾有興趣嘅，因為一嚟我自己係運動員啦，咁樣又呢度都係做主要都係關於翻澳門傷殘人士運動嘅嘢，咁我可以接觸多啲、了解多啲。喺呢度嘅工作主要就係、是幫我哋啲運動員去報名參加比賽啊，要一條龍服務嘅話，由佢哋報名比賽、預人數、機票啊，即係樣樣嘢幫佢哋安排妥善咯。阿怡咧係一個好簡單個女仔，係冇乜點樣嘅苛求，佢想做一個殘疾人士嘅運動員，優秀嘅運動員，我希望佢得。我亦都容許佢去國內接受最好嘅訓練，使到佢喺劍擊上成熟多啲。咁我亦都希望佢今次除咗參加殘亞運之外，最大目標佢應該係2016年嘅巴西殘亞運會。如果對其他傷殘人士講，我希望佢哋唔好覺得自己係傷殘人士咯，因為其實世界上冇人係百分百完美嘅。如果譬如好似我哋腳唔得嘅話，我哋選擇去做啲自己可以做，即係俾啲自信自己咯，唔好將自己嘅缺點放得太大，睇下自己有啲咩優點，盡量去發揮自己嘅優點。患病之後，我份人都比較平和。其實有一句説話，我覺得就係、是、失去又如何，得到又能怎麼？即係好似聽落佢係好消極嘅，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句嘢係好正面嘅。有時有啲嘢你失去咗，咁其實都唔做啲乜嘢，所以即係積極面對人生咯。Take me home, take me home.